运用 PowerPoint 的瞬间转成影片哦，在 PowerPoint 开起来的时候，请你点插入的项目，这个新增项目。那它这个一样照片哦，那我们拿我们的素材这里，在图片的储存档案，点第一个，往下移，按着 Shift 键点最后一个 ，Shift 键电脑叫连选。好，那当然如果说你图片给档案名称01023就照正牌建立哦。那就全部都做完了。那不过呢，下一个动作，请各位点呢，那我改成4:3了，这太宽了，太宽了。啊，最大化，一般我们在看的是这图片大概是这样。好，各位先试看看了。我刚做的动作再复习一下：插入相簿这个，从这里把它点起来，照片选起来，按建立就好了。第二个动作选哪一个？在设计标签把它改成标准，不要16:9，因为两边会留白。各位先生。